震动盘把盖子倒进去之后，让它先把震动盘打开，让这里水满盖子，然后再放。然后调整在后面这边了，分瓶跟压盖。这个不能太快，太快把这个瓶子分开一点距离才可以压到。它这个正常不要强制的。正常的这个是距离。这个摇它的身夹的身紧的，不能太松，不能太紧，刚好还有点活动空间。它这个距离之后，这个调的高低，特别高低可以调的，可以调的。它的高低之后就可以了。这边要打开，这边打开电源，按这个启动开关，把这个旋盖开关打开，这个调扭力的。或者拿个瓶子试一下，你需要扭力。看一下松紧，如果不松紧，里面可以有参数可以调的。